你坚持最久的一个习惯是？睡觉前手机充电。最喜欢什么天气？下小雨带一点太阳。你最近在单曲循环的歌是？我的八十年代。如果有时间，最想和爸妈一起干的一件事是什么？种菜。如果你可以成为一种动物，你会想成为？蜗牛吧。如果让你选择体验一次别人的工作，你会选择？摊煎饼。你会选在什么地方隐居？瀑布里边。哪个瞬间让你觉得自己长大了？小孩碰着我叫叔叔。你最希望拥有的才华是？小时候是开锁。